我问你个事儿吧，你觉得我现在这个长相，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吗？反正一直是我喜欢的，是不是年轻人喜欢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毕竟我也是老人家了，而且现在年轻人的审美，我确实搞不懂。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？难道有人质疑我穿的美貌？ 怎么可能？谁敢质疑我的美貌？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而已。哦，川，你放心，你还是我的真爱，我就是偶尔陪陪妍妍，你不要这么吃醋嘛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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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看张照片啊。 你觉得这个男孩好看吗？帅吗？旁边这女孩是谁啊？我问你，这个男孩帅不帅？挺帅的，这谁啊？跟我比呢？那还是你帅。好兄弟，不愧是我好兄弟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过跟他比起来，你的帅好像有点过时。过时？ 老板早。早。什么，老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发卡，你口袋里竟然有发卡？哦，可能是昨天买牛奶时候送的吧。买牛奶送发卡？是啊，买牛奶怎么能送发卡呢？来，送给你了。 送发卡，还挺好看，谢谢老板。